洗手。马坛当年呢日发生咩大事？阵间话你知。PC 六七，罗家鉴。Yes, madam。最近警方嘅卧底行动节节胜利，所以我哋 RE 都决定派你去做卧底。Madam，我只系得一个要求，想个代号叫做陈永仁或者叫做刘建明。唔得，因为你要帮 RE 套取日本杯嘅劲料，所以我哋将会安排你以阿婆嘅身份混入去日本嘅老人院入面，向一啲经历丰富嘅马迷落手。你嘅名字就叫做莫家鉴鉴子啦。小鉴子，嚟紧星期日日本东京竞马场会上演2400米、奖金高达530万美元嘅日本杯。今届外队有英国嘅水道渠成，佢啱啱赢完玉马者杯草地大赛，实力非常强劲啊！日本方面，马后福特加今次配法国顶级骑师李慕华，可以话是主队的最大希望。另外，秋季天王赏亚军的银诺英雄亦会嚟打卫冕战。当日马会会现场转播呢项赛事，马迷有得参与，记住留意啦。莫家鉴鉴子，你要行动成功，所以一定要投其所好。我发现咗啲马迷系有一个共通点噶。我知咩阵，佢哋都有眼、耳、口、鼻、大髀、脚趾、脚趾。废话，系佢哋一样咁中意听马坛嘅古仔。你一定要参考下跟住落嚟马坛当年呢日，待定啲古仔落袋。Yes, madam。1999年11月27日，嗰阵最当时得令嘅骑师马佳善凭莫卧劲、腾俊同魅力之城中三元，并赢出喺香港第六发长头马。至于而家最当时得令嘅骑师就系柏宝啦，嚟紧星期日佢有一批劲马在手，分分钟大杀三方啊！大家好，今集又轮到我 Noreen 介绍一种武器俾大家啦。天气凉凉地，送上一条软绵绵嘅颈巾，再加一个甜美嘅笑容，绝对系冧人嘅最佳武器啦！对于马迷，头马就冧佢哋嘅最佳武器啦！嚟紧星期日沙田日赛，知马迷又睇好边啲骑练嘅夜马武器呢？梁家俊插骑嘅活力飞驱，侧身当打，有力卫冕骑士杯噶。莫家鉴鉴子，我哋行动正式展开，喺出发之前，你有啲乜嘢问题？有咩头？查实入老人院，点解要我扮阿婆，唔系扮阿伯嘅呢？因为梁浩佳已经被我哋安排咗入去扮阿伯啦，所以你要扮佢老婆。吓、啊，扮佢老婆？我都要翻去睇星期六晚11:50嘅稳操成拳。Dismiss。咩头？我同梁浩佳使咩锡噶咁样，使咩揽腰啊？哎呀，救命！谂起都呕。